到数学头就很痛，卖家卖家，这个方式帮你压压惊。对称翻开，装塑胶袋，加面，开吃。你没看错，这真的是数学课本，边吃还可以边学。x 平方加 y 平方。有学生分享着超实际的数学应用法，翻开高等数学，装进一份干拌面，把课本当碗用。平常没有碗的话，我课本都不打开的。对，数学不该出现。网友也笑翻，纷纷表示不要再说数学没用了，原来以前都用错方法，没想到高等数学这么实用。说泡面会有食物的味道，枕头睡是考前会，相信就是它会吸收在脑里面。不止当晚，有民众建议数学课本还可以当枕头睡，盖泡面垫椅脚。教授应该会生气。活用数学课本做生活智慧王，但要小心老师教授在你背后非常火。记者杨珊珊进城台中采访报道。我是陈怡蓉，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，而棚内的第一线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。更多的新闻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。